台东教区非常感谢马里诺会首领64年来伫台湾的服务甲奉献。去年2016年8月，教区特别派公署的同仁甲美国马里诺会首领会总会去访问首领，听因讲伫台湾的故事。我是满94岁。I was very young then. And I never wanted to go to any other country. Taiwan was where I wanted to be. 三分之一闽南话，三分之一国语，三分之一海地话，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我到底在说什么。我舍不得，我不能够不继续讲我的中文。They all miss you.Yeah. Well, I miss them too. Yeah. 那个我忘记了。Sometimes Rosa. I had to be careful when I went home. If I talked too much about them, they'd say, "You think more of them and love them more than you love us." And I said, "No, that's not it." But my whole life is spent with them, and every 10 years I come home, and I have a month or so with you. You know.But all the rest of my life is with them, day in and day out. That's true. That's true. 首领非常思念台湾的每一个人，甲每一件代志，在我的心中嘛是真思念因。我心里在想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他不是用你，他也不是，你是他的附属的，你是独立的。你有你的文化背景，你有你的长处，他尊重。他们今天要离开台湾的话，我们很感谢他们留给我们的那个优点。我们能做的，我们做。有时候我们办活动，那个李修女啊就会来参加，她的头就这样看着我们，那种安慰，那种欣赏。我们客家的时候，想一行嘛。就是你啦，就是你啦，一些就唔家己啦，特别关心我。马里诺修女会特色就是非常有弹性的人，做很多这个什么祈祷的工作以外呢，他也很喜欢说跟外面的朋友相处在一起。可是要成立一个协会的时候就开始面临到说我在做善事。而且要深入的去做善事，而且是要有系统的去做。啊，这个确实，我们就开始衡量说我们自己的时间啊、能力啊，是不是能够做得到？啊，那时候就一个很单纯的一个想法说，啊，反正天主要的，他就自然会祝福。所以感觉到说，哎，当初这个刘修女她选择说要帮助女街友这一块是正确的。修女说：“台湾人要自己帮助台湾人。”马里诺会和修女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示范，我们台湾人接下来应该要自己接手。今年是台湾地方教会，也是我们台中教区的家庭年，真感谢马里诺会修女。64年来，派遣79位修女来到阮台东教区，这个、大家庭将天主的爱、将天国的好消息、将福音的喜乐，透过恁的服务，带返这个大家庭。今日恁要离开，阮除了感谢之外，我嘛感觉真唔甘哈。但是亲像这百多同款，恁的服务、恁的爱。永远留伫台湾，嘛永远留伫阮的心中。祈求天主继续降福恁，恁的福团的旅途有天主满满的一个祝福甲恩宠，咪当继续将天主的爱、天国好消息带予多较侪人。天主降福恁，感谢。